操，老板买号买错了，买到我的账号上了，兄弟们。哎呀，我老王看上一把刀，直接耗资百万打造全新三公不磨狮驼岭，并展示打工人鉴定的神器，简直不要太像。Later。 好了，兄弟们，取出一个暴力号，自称很暴力的啊，都说梦幻无敌一啊，名字起的非常的嚣张啊，全服第一不磨刀啊。当然，我们被游戏的名字欺骗过无数次，比如说绑定的三把伤啊，看着好别扭，跟变性人一样。你可别侮辱变性人了，这他妈是变性人，长得他妈没有召唤兽好看。他要变成我的召唤兽，我用地狱战神，我用地狱狗都不用他。这后面还有一个，这叫什么风格？这后面这个猫怎么还在闪 LED 呢 ？LED 爆闪！这把武器是606除以3啊，加496，它初始伤害呢698啊。这把武器呢伤害呢跟150的国标差不多啊。这把武器在号里的话加个250意思一下。衣服的话米膜啊，这个孔没开啊，专用的卖不了缝了。水星的帽子打越南六段越南，你那个狮驼岭那带个毛月亮啊头啊缝。这武器还行吧，兄弟们，武器的话是989，加上三段宝石是75，除以3加664，损伤是1018.66。这把武器打错宝石了，应该打太阳石，然后用来玩无底洞，这不伤起飞啊。然后的话双加66再乘以个0.77玩狮驼岭。再加上个1018.66啊，其中敏捷呢可以转换成损伤，体质的话多多少少有虚的程度啊，1069.48啊。这把武器给号加多少钱，兄弟们啊？加个100,000，玩的。这把刀的话1069，如果不算不磨的话，16段宝石的话，大概的话是40左右吧，40多点啊。不带不磨是40多，带不磨多少钱啊？先加上不带不磨的40啊，兄弟们，能买得起400,000武器的人，他还差珍珠吗？不磨不加了。好吧，帽子的话是13段宝石啊，13段宝石的野兽之力啊，再加变身5000加6000啊，这帽子失败一次，基本这帽子野兽之力本身就不算了，就算个套装你还没法点化成本吧啊，6000块钱，估价的话是429200，还价850,000，还价900,000，还价880,000，还价900,000。好，您在藏宝阁寄售的狮驼岭啊，以728,888的价格啊被人买走，减去728,888，差距的价格为299,688，除以728,888，差距的价格为41%啊。不过不要紧，因为我觉得不磨没有价格，老板喜欢就好。恭喜老板喜提全服永不磨损第一刀啊！梦幻西游打图王者狮驼岭大唐官府双门派啊！现在地精的版本体质可以加血，用大唐体质可以发挥出威力。然后呢，大唐的话敏捷是必发挥威力的，所以说这把武器即便不算体质，它的损伤狮驼岭达到1040多永不磨损啊！狮驼岭的永不磨损比这好的有一把。这把武器我用行吗？这把武器送给我要不要，兄弟们？我给这号下了，然后我用账号密码登录一下。兄弟们，这账号密码熟不熟悉？居民无比1589218。再登录万丽湖。我操，老板买号买错了，买到我的账号上了，兄弟们。1069狮驼岭永不磨损刀啊，开始征战华山，16+11，全身16段永不磨损加穿刺，0.97、0.095、0.97啊！感谢西瓜带，感谢金钟带，感谢357带，感谢孔雀带啊！就他妈这样，吴桐还他妈没还我钱呢。我刚才算了一下啊，就有一天永不磨损一分钱不值了，这号也就亏30嘛，对不对啊？从化成二层，然后转区到华丽的所在服务器，一个月刷100亿经验啊，闭关100天以后化成9了，学会超级鹰击了，再转回鱼岛，然后拿着那个误报号的啊永不磨损穿刺装备，到时候已经打成16段了，然后带5伤害2速度的零式11段啊，8级的163神器112满，反正全身呢装备都是16啊，武器的话也必然是16，全身16+11的永不磨损狮驼岭，预计伤害的话是3600啊，加三穿刺吧、啊。兄弟们买这个号啊，过程贼他妈坎坷，我天天用10多个小号还价，还到了72万，我寻思差不多了，找老板谈一下吧。我说你都还价72万了，我本人找到你不得更便宜点吗？他说我还价同意还价点错了，最低75。啥？我他妈当时没嘎一下抽过去啊！我找西瓜帮我谈的，没说是老王要买，我担心是老王要买的话最低80。我给西瓜，我说西瓜，我说你看这个人，他说他72都同意了，你去帮我搞搞价，今天咱们71、70就拿下了。西瓜说谈一下，说王哥他点错了啊，他又给重新下架了。然后最后还是梧桐啊，梧桐去的啊，说啊老板，我有个好朋友要买，你看那个老板还价特别靠谱，说买就买，最低价格多少啊？然后最后给了个728,888。比我最低的历史还价多花了8888，我操啊！腰带是这个腰带，兄弟们，这个腰带16啊，16段啊，腰带是0.98，鞋子是0.97，项链是0.95，2.9的穿刺。这个更新计划可能会比较长啊，实力不太允许。好了，兄弟们啊，这个号以后就叫做开局一把不磨刀。
兄弟们，这个号从建号起啊，它的最终目标呢，就是在建会上赢一次钓鱼岛。我的天哪！逍遥生是不能带刀，但是不影响他鉴定啊。这把武器给鼠标放到这儿，就这么一加载，你他妈就感觉这好像是个私服啊！哪有说无级别这么欺负人的？极限伤害627，他报到了607，魔力加24，特技还带一个群体的死亡之音，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用的。但是，对不对？他是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。鉴定出这把武器的老板的名字叫一位平凡的打工人啊，你有病。